你看他走去那边，看到了吗？他就在那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一问三不知。一问三不知。哈哈哈。我们今天来了，我们在马来西亚了，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哦，嫁了蛮远的地方，来到一个 resort， 然后大就拍给大家看。好不好，弟弟？呀呀，因为这里叫做 Sea Horizon Resort， 叮叮叮，在高大丁基的一个地方，对吗？最靠海的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拍给大家看。一下我们要已经到达，哎，啊，比我们快还是啊？哦，可以，可以靠这边啊，是这里的人呢？给，对，我们到了。就在这里。哎，什么事情？什么？太阳很晒。然后我们先要去 check in 先。哎呦呦，你可以拿吗？我要去。不要。我早就想要玩了。OK。我去车打那个。我去车打哦。30分钟。那是你们不是要玩喽？我去车打哦，去另外一边哦。大老板放假，随便你下。他们在讲话的时候，我带你们去看那个海景，好吗？所以这里呢有鱼在里面呢，所以呢这里有游泳池，这里有东西，他们有收好了。Hello， 为什么你们进去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表弟，他叫以哲。这个也是我表妹，他只差我一岁而已。好，哇，很冷。他五年级，他叫芊芊。不要拍。他比你高哎。我知道，我表妹比我还高啊。Hello。那这个也是我表弟，这个是我表弟，他叫凯浩，这个就是我的弟弟。哦，那个海很美，对吗？像你这样美。这什么的？萝卜。OK。安全下转过来，好。如果你要转回去，安全下再转。完了，继续咯。他们直接去玩呀。所以我们的家是这个18号啊。我现在要带你们去我表妹的，我表妹芊芊的那个屋子。就是一颗椰子这样子，所以这个路有点难爬，这边会有很多野生的动物，所以我们会可能会有猴子啊来。连他们的是有楼梯。Hello 这个是我搭过的，蛮美的嘞，就是有船了。方便呢 ？OK， 我芊芊在哪里？芊芊在哪里？给，这个是我们来拍一下了。我是要拍一下，你拍。妹妹，你去拍。OK。我要看一下这个房间，你去看。进去你的房间。门呢？从这里。这里。Hello。也是有窗口。你放外面啊。这里有monkey嘞。呀、yeah. Beware of monkey and coconut. Now, is it coconut 了没有？
不用怕啦。你们关门怎么那个 butterfly 不会出来的？哎呦，上一次我们去有 lizard， lizard 还好，头哥还不会飞。哎，小心！你怎么上去了？你要我帮你拍呀、啊？我觉得去你就现在我们看好了过后，不懂有没有拍到我妹妹啊？我妹妹很 lazy 拍。我们现在去树荫那边。Hello， 爸爸可以帮我剪掉那个我刚才讲妹妹 lazy。不，我操！啊！Han, what is this? What is this? Oh my god! 等一下你跌倒。No, 我不要了。妹妹，我要回去了。爸爸，我要回去。哎呦呦！哇，我差点跌倒哎，真的是吓死人！我很怕那种野生物。现在就看到一个野生物，就是四脚蛇。看到，来，给你们看，我去远的地方，我来看。你看它走去那边，看到了吗？它就在那里。放大一点给你们看，太阳很晒，所以不懂你们敢不看得到吗？快进去他的屋子里，哇，很大只一下耶！我们最好是不要靠近他。来 ，OK， 我爸爸去拿行李箱，我需要我帮忙嘛？我拿食物。OK， 我先去拿食物，我现在给你们看路途。你 see 他吗？他讲了 ，Beware of monkey， they steal your things。OK。所以呢？房间很简单。就是很简单。进来就有一张，可以就算大床啦。可以睡三个人。我去大家去。进。哎，签名码。很像埃及的。埃及。地中海啦。啊，地中海。地中海风情。埃及海。100块住一个。啊。外面看起来不怎么样，里面还 OK。好。哇，无敌海景！你不要这样，你要吗？换衣服。不要换衣服。1、2、3，Go！比赛了，来，大家快点，加油！快点！赢得有一只几只螃蟹，耶！噔，一顺先手，然后冠军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耶！掉头皮哥拿到第二名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你看这个瓜。不要给我换衣服，害我没有的游泳啊！你要拆穿我来，你看，弟弟，要不要玩水？不要。要啦！哇，很热嘞，我也是想跳下去玩水嘞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住所，有点像阿达屋哦，会吧？阿达屋，它只差下面没有空洞。
地中海风情，地中海的感觉，就还有很多很多房子，很多不同的，有一点房型啊，有一点钢板风啊，对咯，错了，不错，那我们要去那个梦幻水晶球，烧烤，我们要去吃晚餐啦，烧烤大会啊，不错啦，这边可以玩水，是我的小弟弟，小弟弟，哎，小弟弟，来看。今天开心吗？小弟弟介绍一下自己。你是谁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小弟弟。小心啊。小心啊。我要转圆圈的，介绍就介绍咯。我要转圈圈。走好，弟弟，不要乱。还可以骑那个越野摩托。哎，有人玩呢。哎。阿龙去玩是吧？哎，那个是阿金啊。Hello。Hello。哎。嗯。哎，那他们呢？那个二姐大姐。哦，前面有人盖，然后后面可能坐。二姐大姐呢？其实不一定要会摩托就可以骑啊，每天都可以骑。你怎么都会的啦 ？Hello。不够车，哎，打工没有去玩啦、啊。我也是，这也是猫大便啊，是吧？应该是。我刚才认识一个猫。刚够了啊。认识一只猫。它叫拉菲。看。看。你说。它在拍你耶，它在拍你咯，你看。嘿。哎，弟弟，你看你们两个。Hello。谁高？来。谁比较高？谁高？谁比较高？我。你比较高。嗯。你比较高啊？真的。这样高点，他跟你擦了。有猫脚也是有一个，这个房间没有床。没有床？怎么没有床？他的小，我们都有一个小的床吗？他的没有吗？所以他们过来放那个床。哦，来上去啊，上去玩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好像在那悬崖，我们现在在悬崖上呢。弟弟看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弟弟，哎，坐，你坐。天气很好，你坐坐这边吗？走出来找吃哦，哇，猴子哎，那全部爬跳，有点距离，哦呦，那个在那边跳啊，爬，哇啊，啊，哦，你怕偷啊衣服啊？等一下，不会啦，上面还有，哦。